环球音乐集团周四宣布与全球音乐偶像 The Weeknd 建立广泛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。 UMG 的 Republic Records 自2012年以来一直是 The Weeknd 唱片公司总部和合作伙伴，并将继续是他未来唱片发行的唱片公司合作伙伴。环球音乐出版集团将在他现有的承诺到期后，以一份新的长期协议管理 The Weeknd 未来的所有作品和歌曲创作目录。 Bravado 是 UMG 领先的品牌管理和商品公司，将继续与 Weeknd 和 XO 密切合作，围绕未来的项目和发布扩大和发展全球商品品牌、电子商务和零售许可机会。 The Weeknd 已经赢得了评论界和商业上的成功，他拥有多张流媒体和公告牌排行榜唱片，包括公告牌历史上最长排行榜歌曲《盲光》的唱片。这首歌在百强排行榜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90周成绩。